哎、欸，我拄在闹交去，我无哎安尼，我若无安尼吼，我会讲，我讲我无公平啊！还有李委员、郑委员啊，你要听见哈，刚欢迎的，嘿，好，那咱起码开始进入迄个审法，或者法案吼，大家来读一遍安尼吼。啊，为着因为咱这是足严肃的一个课程吼，一个课程啊，所以我要念吼，我来念啊，我来念吼，有一个特点就是讲，迄、那个标点符号我拢会讲啊足清楚的吼，因为慎重啊。你有当时啊吼，你逗点吼，啊个顿点吼，看无好势时阵哦，你意思解说都会小可会定答安尼啦吼。等等，所以我为了避免说有这种迄个误解吼，所以我希望讲讲会当，我念迄个标点符号，我拢会念出来，所以会较怪怪安尼吼啊。但是，请大家稍原谅一下。好，啊那咱即马吼，因为台湾民政府社会秩序保护法吼，这是咱一定马上就会碰到的，很快啦。咱要执政时，是讲已经是无，我到紧锣密鼓的时间啦。我咧想吼，到月过吼，遐美国人来看了时吼，可能就是等于就是报告啊，迄就是来检查啦，看安怎会使啊袂哈，迄个安尼，迄是安尼的意思啦，哎，啊，啊，这个，那。即卖嘛，即个法吼，其实啦吼，咱私底下讲吼，虽然是与农业无关哈，那即其实都是戒严法啦，吼戒严法啦，吼啊，其实呢，咱一开始美军即卖了的时阵哦，伊政权交予咱的时阵哦，就是进入军政时期嘛，军政时期就是戒严时期啦。所以唔免阁特别强调讲什么啊？要就要阁戒严，什么都唔爱。因为台湾人对戒严这两字哦，啊，实在是有太悲惨的经验过，所以唔爱用这两字。所以直接就是讲社会秩序保护法呢，就是这样来的哦。社会秩序保护法。那么，咱请翻开第十一页啦，好不好？咱第十页哈，我们就有以这是一个目录哈，目录的部分，咱马上就进入迄个实质内容了哈，实质内容第十一页第一章，啊，请你原谅我用迄个北京语讲，有要紧无？要紧啦哈，因为这个是小可是迄个北京语的迄款的。的形式咧写诶个啦，所以用北京语讲可能会较顺啦吼。好，第零一章立法精神与目的，第零一条立法精神冒号保护社会秩序为本法精神据点。第0102条，立法的目的，冒号，台湾保护台湾民政府司法管辖区域社会安全与秩序，逗点，特立本法，句点。第02章，适用司法管辖权范围。与地域第0201条，本法适用司法管辖范围指台湾民政府司法管辖地（括弧台湾地区）顿点离岛与附属岛屿，即其附属。领海或领空挂弧得实施本法逗点，并得区分地域据点，战争
或叛乱地狱，逗点，得适用于实施本法，句点。第0202条，本法所指地狱分为三种，冒号01点。为保护社会秩序，地狱冒号国安参谋联席会指定划分地狱，据点。02点，警戒地狱冒号指战争或叛乱发生时，逗点，受战争或叛乱影响应警戒地狱，据点。03点，接战地狱冒号指作战时攻守地狱，据点。上述各地狱逗点应于实际必要时逗点区分地狱并公告，据点。第03章组织。第0301条，国安参谋联席会为本法实施后最高决策指挥单位，逗点，司法委员会应指挥各级司法单位协助各级国安单位共同保护社会秩序，据点。第0302条，国安单位得于各法院设置军事审判法庭或自行设置军事审判法庭，逗点，各级司法单位应协助国安单位设置军事审判法庭，据点。第0303条，国安参谋联席会得指派专员组成军事法院主席团，逗点，或与各级司法单位成员组成军事法院主席团，逗点，该主席团为该地域内最高军事审判单位，据点。第04章指挥与权责。第0401条，国安参谋联席会于必要时，逗点，得指派专员依本法地域内，逗点，指挥所有各级国安单位，顿点，行政单位，顿点，司法单位与其他单位，逗点，上述所有单位应受该国安参谋联席会专员指挥，据点。第0402条，于发生战争交战时，逗点，各级军事法院依照国际战争法应接受战地指挥官指挥，据点。请翻过来。其他状况国安参谋联席会为最高指挥机关，据点。第0403条，地狱内无法院与其管辖地狱法院交通断绝时，逗点，其刑事及民事案件均得由该地狱内军事审判单位审判，据点。第0404条，该地域内军事法院主席团应将该
依本法情况及一切处置顿点审判与判决状况逗点应立即迅速按级呈报至相关各级国安单位与相关各级司法单位据点0405条美国军事人员涉入本法时逗点应将该人员送交国安参谋联席会处置据点第05章罪名与保护社会秩序第0501条关于触犯本法下列罪行之罪名逗点军事审判机关得自行审判或移交法院审判冒号零一点内乱或外患据点02点恐怖攻击活动据点这个中央新出那些啊是不是就是用这个可以用这一条啦齁好03点对不起啊打扰你们的专心齁03点妨害社会秩序都据点04点制造谣言并意图造成民众恐慌据点05点公共危险据点06点杀人据点07点恐吓及掳人勒赎据点08点暴力强奸据点09点妨害自由据点10点强盗及海盗据点11点非法贩卖或移转以及毒品据点12点非法贩卖或移转枪炮和其他重型军备武器据点13点重大诈骗与诈财据点14点重大经济犯据点15点重大资讯网络攻击据点16点重大贪渎公款据点17点其他未列于上述逗点但仍有重大伤害社会安全和秩序之活动据点第0502条国安相关单位为保护社会秩序有执行下列事项之权冒号01点必要时得停止或解散集会结社及游行请愿逗点并取缔言论讲学顿点新闻顿点媒体顿点广告顿点其他各类资讯传播方式与社会秩序保护认为有妨害者据点02点认为确实有碍社会秩序保护逗点得限制或禁止人民之组织顿点宗教或宗祠相关活动据点03点对于人民罢市顿点罢工顿点罢课或其他罢业逗点得禁止及强制其回复原状据点04点得拆阅邮件顿点电报或拦截电子邮件逗点必要时并得扣留或没收据点05点得检查出入境内之船舶顿点车辆顿点航空机及其他通信或交通工具逗点
必要时得停止其交通逗点，并得阻断其主要道路及航线据点。零六点，得检查旅客之认为有嫌疑者据点。零七点，因时机之必要逗点，得检查私有枪炮弹药顿点、兵器及其他危险物品顿点、逗点，并得扣留或没收据点。零八点，对于本法司法管辖境内之建筑物顿点、船舶及认为情形可疑之住宅逗点，得实施检查逗点，但不得故意损害据点。零九点，寄居于地域内者逗点，必要时得命其退出逗点，并得对其迁入限制或禁止据点。不得已时得征调顿点，破坏或损毁民众之财产与不动产逗点，适当应或全额以上之补偿据点。十一点，不得已时逗点民间之所有财产及一切资源逗点，得施行检查与调查登记逗点，必要时并得禁止其流通逗点，其必须征收者应给予适当或全额以上之补偿据点。第零六章刑法与法则。第零六零一条，刑法有以下两项冒号。零一点，死刑。零二点，鞭刑。哦，据点。法则这有以下七项冒号。零一点，拘役。据点。零二点，强制安置。据点。零三点，限制居住逗点，得上电子铐或其他类似 GPS 定位系统据点。零四点，指定课程在学习据点。零五点，社会劳动服务据点。零六点，罚款据点。哎，请翻过来第十四页。零七点，其他经国安相关单位顿点、司法相关单位与各级矫正局建议之法则据点。本法得刑法与多法则交替执行逗点，但需依照判例与犯罪或罪行之适当性据点。第零六零二条，第条侵犯本法之外国人于本刑法和法则之后逗点，得与驱逐出境逗点，列入不受欢迎入境外国人逗点，并得禁止该不受欢迎之外国人入境本法第零二零一条规定之司法管辖区。第零六零三条，本法应按判例判决与做成判决书据点，但在无判例前逗点，经国安相关单位与司法单位指派之专员研究后逗点，形成本法第零六零一条之判例据点。判例得参照本法第一零零一条之公开判决资讯据点。好，第零七章
刑法与法则裁量基准要点第0701条，各刑法与法则裁量基准点逗点，相关审判人员应注意以下七项裁量要点冒号01点，造成之实质伤害与实质损坏性据点02点，是否诚实坦诚犯罪据点03点，是否配合调查据点04点，是否态度良好有悔过之心据点05点，是否加害者对于受害者有适当之补偿据点06点，是否被害者与其家属愿意原谅加害者据点07点，社会整体之观感逗点，以保护社会秩序与培养良善正直之社会风气据点第08章，执行刑罚应注意事项与免责条款第0801条，执行死刑逗点，应以受刑人较不痛苦与缩短其痛苦时间方式执行据点第0802条，执行鞭刑逗点，应考量罪犯之身体状况并得分批分次执行逗点，执行前需有专职医生鉴定其身体状况良好方得执行据点，对于受刑中罪犯明显有失去生命与残废之情况逗点，应立即停止执行该鞭刑据点，罪犯受刑中应有医疗紧急单位在旁介护据点第0803条，执行本法第0801条与第0802条之审判与执法人员拥有本免责条款逗点，除非能经证实属于明显故意之行为逗点，并导致受刑犯直接或间接死亡或残废据点第0804条，因审判过程有轻忽误判或执法不当导致受刑人死亡顿点残废和受罚者而严重伤害其权益者逗点，得依本法第1202条请求赔偿基金赔偿据点。好，在下一页第15页啊，第09章上诉第0901条，对于依本法之审判得于判决次日逗点依法上诉逗点，最高上诉单位为国安参谋联席会据点，台湾民政府之司法与人权单位可按实际状况逗点得协助上诉人上诉一次据点第0902条，台湾民政府相关司法或人权单位认为有主动协助上诉人之必要的逗点得上诉一次据点第10章公开判决资讯第1001条，依本法审判之判例逗点 除涉及国安问题或国安与司法单位认为不妥逗点
该受罚受刑罚与罚则定验者之姓名、顿点、罪行与处置状况，应公开判决资讯于相关国安网站或司法网站逗点，并应制成网络 资料库公开宣导逗点，以保护社会秩序与培养良善正直之社会风气据点。第十一章义勇行为第1101条，本法第0201条规定之司法管辖域内区域内逗点，民众因为制止本法规定第0501条之现行犯之罪行而导致民众受伤、顿点、残废或死亡之义勇行为逗点，应依本法给予医疗、顿点、补偿和享勋据点，本条款适用非本国民众据点。义勇行为认定由地域内国安单位或司法单位认定，并得公开于相关国安网站和司法网站表扬该义勇行为据点。第1102条，为预防紧急事故或于紧急事故发生时逗点，国安单位征调志愿民众或各类专业人士逗点，共同为保护社会安全与秩序时逗点，适用本法第1101条义勇行为据点。第十二章补偿与赔偿，第1201条依本法第0502条与第1101条逗点，国安相关单位应设置或运用补偿基金与奖勋办法补偿据点。第1202条依本法第0501条与第0502条受审判后经证实为不适当判决与执法之行为逗点，司法相关单位应设置或运用赔偿基金给予赔偿逗点，国安单位和司法单位应恢复其名誉据点。来，请翻过来第十六页第十三章疑义诠释顿点处置与审判。第1301条，对于本法有疑义之诠释顿点处置顿点审判与判决逗点，国安参谋联席会及直属单位有最高优先果断诠释顿点处置顿点审判与判决之权利据点，司法委员会有权得对其诠释顿点处置顿点审判或判决提出质疑或不信任逗点，并得要求其改善或停止其诠释顿点处置顿点审判或判决逗点，上述司法委员会得委请直属平行单位为之据点，但上市于发生叛乱或战争时不得提出质疑或不信任据点。第十四章修订，第1401条，国安参谋联席会与司法委员会一致认为有必要时逗点，得召开本法之修订草案，草案委员会，并得进行
通过该修订案，逗点，修订案需送交台湾民政府中央决策委员会，顿点，参议会与众议会备查，逗点，并公告本修订案，句点。第十五章宣告开始与终止啊，就是本法的开始与终止。第1501条，本法经司法委员会修订并通过，逗点，送交国安参谋联席会，逗点，本法于台湾民政府始政当日前国安参谋联席会无异议者生效，据点，本法之开始为台湾民政府宣告始政当日实施，据点。第1502条，台湾民政府参议院与众议院认为必要时，逗点，应参照国安参谋联席会意见，做成终止本社会秩序保护法之陈情与报告书，逗点，并送交司法委员会讨论并议决通过，逗点，并将该终止本法决议送交参议院，顿点，众议院与国安参谋联席会会备查，逗点，并宣告终止本法，句点。第1503条，宣告终止本法立日，逗点，恢复各级法院之审判秩序，句点。啊、哦，好不容易，甲读一遍安尼吼，吼，安尼你至少读到底有一个概念啦，无讲吼安尼融会贯通啊，至少有一个概念。阿妈咧，你来也引起你的迄个兴趣啊，吼、哦，较有心等于讲，其他咧，吼、哦。顺便甲看看咧，顺便甲看看咧，吼、哦，因为咱咧有迄个台湾基本法，台湾基本法这是宪法咧，这是宪法啊，因为台湾唔是一个国家，所以袂使用宪法啦，所以就用基本法，这是足重要诶，就是事关整个所有的法律全部的母法，啊，也因为太严肃了吼、哦，这个我就不敢来念啊，这个吼、哦、还是由更将来吼、哦、更加党的人来吼、哦，应该上课，将有那个，否则的话，我只要一个字说错了吼、哦，哇塞，就问题就大了。我犯过这个错误哈，我犯过这个错误，但是还好啦，我很做弥补哈、哦，啊。好像美国方面哈就没有在指正了啊！我说错的时候哈，美国早上3点钟就打电话来了，当然他那是他上班的时间了哈啊，我们这边三点半就打电话来，所以严重性哈啊，其实哦，他那边追究下来哈。我这个乌纱帽就爱贴个，哦啊，后来决定说，这个东西哦，这个这么重要的东西，还是要由更重要的人，哈、哦，更重要的人来，他们来做哈、哦，较符合啦，较符合迄个较符合的程序啦，哈、哦，符合程序，啊，哎阿哥，外久。我三分钟久哈，我三分钟久啊，我都七都讲一个我个人的一个看法啦吼。法律司法其实完全不外乎人情世故啦。你们去思考看看。把所有的东西，也司法的法条上哦，拢甲拆开来分析一下，拢是咧讲人
人的代志嘛，全部拢是咧讲人的代志嘛，虽然是足复杂、足复杂的，但是拢离不开是人的问题嘛。所以说吼，咱大家免惊，免惊惊吓，讲哦，这是安尼啊，外外深，嘿，不过是将人的代志，把它怎么条文化，哦，把它文字化，条文。然后赋予他的一个法律的这个权利，哦啊，有一些人专门来执行，只是这样子而已嘛，啊，弄来半天也全部还是人的问题嘛，所以讲哦，你的迄，那个你人哦，你那有生活较有迄个丰富的经验的时阵哦，法律就法律并无啥物好可怕，无啥物好可怕。哦，啊！但是卖去遐烦就好啊。哦，卖去遐烦，这就是我安尼插开始插的时阵吼，啊，我的一个迄个感想，哦，甲大家分享一个安尼吼，来分享人的代志尔啦，无话了不起，唔是迄个数学吼，啥物啊3.1416，那我然后迄款嘞科学的，无解遐个弯啦，唔是遐个弯，只是把它条理化，把它文字化，啊，把它法律化，安尼俩，啊，拢是人的代志，拢是工人的代志，安尼，都还两分钟，哦，还有两分钟，我先看嘛，我先看嘛，无要紧啦，我们可以再给你拖，给他掌声鼓励一下，谢谢你啊，谢谢。我们的司法委员长也非常辛苦，但司法跟法律的字句都必须弄清楚，因为咱是一级主管，所以有时咱不了解，我们就触犯了，哦，触犯了这种法律。因为今天是人太多，哦，所以呢，现在是高级班在进去，所以我们还是要照程序，哦，一定要听话照做啊，这个就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因为咱今嘛人侪，你若是讲无不照规矩，你绝对是塞车。塞车，外口的天气上热呢，哦，你爱记哦。你若是唔听话，你都徛底下就久啊吼。所以呢，我们还是照我们这个指挥的这个方式，我们还是仍然从这个地方过去之后呢排队。领了这个那个啥，咱俩本的是来，咱直接开始吼，回到原点，不免踢在后边。你踢在后边，人拢接在遐吼，还佫踢刹车，然后好。现在呢，其他的不要动，我从这边指挥。